国家公园局也将沿着榜鹅滨水步道自然径、科尼岛对面的丛林区围起，避免野猪进入公园连道。榜鹅公园连道上个星期发生山猪撞倒脚踏车骑士的事件，当局表示榜鹅一带的野猪数量不多，今年也没有接获关于当地的其他负面野猪消息。当局吁请公众，如果遇到野猪要保持冷静，尤其是带着小猪的野猪，并避免喂食野生动物。